那个想通啊，你再好啊，是这个要的，一个形象，不能再。所以这边偏激了，这边做康呢，没做教育哦，没讲到康啊，不可能。那再然后，你们问好生的暑假，你们问囡仔暑假对不对？这个呢吼，消化完就消完，那化灰开药，开药两根毛的亏，那你做头的金丝龙，步步高升，你听吼，来你想起好像来，都是隔壁话。三十六岁靠大运啦，搁艰苦两年，叫做黄永杰，今年三十四岁，对还是不对？对，对了，准不？啊，伊本人无写，你敢听？伊本人无写，你敢知几岁？你敢听意思无？伊本人无写，伊今年五十九岁，你信还不信？对了，这里讲。你不管把人要信哦，你不管别人家信不信他的事情，无大家那么好奇的，无大家那么相信的，来听哦，你家己心头爱了解，你要自己有信心。哈，我意思讲，伊运无开，即马做工会会换会变动，啊，即马若运到，伊做头路逐项都会顺。你若安尼上班，你敢会叫伊写伊的名，互我老师帮伊开运做运，伊做啥，伊就会顺呀。伊若教伊做啥就会顺，安尼有理无？听意思吼，嘿吼，意思讲这人若无运，